整个中国人，现在所有想的都是这个人钱多，这个人官大，那个人做事是不是做得好不管。我改变不了他，至少我可以远离他，我没去做律师了。小时候我们家养过猪，我就按小时候的那种方法来养，不需要加药物，也不需要打针。跳舞的鸡看到没有？哎，对头。工厂化那种养猪呢，追求的是钱，我是不认同的。在当地卖的猪是6块钱一斤，最后我定到了100块钱一斤。没人相信我，我家里的人反对，但我就坚持。接下来我要开发的一个产品，刺身。嗯，非常非常漂亮。我们是希望全民都能参与这件事情，有100万人在中国来做这种安全食品，我们就不用担心食品安全。现在回来跟着何老师一起干了，太高了。刚开始的时候不错，当时新鲜了，过了这一阵就新鲜了，又吃够。我爸的意思就是说，看到别人的儿子都在外面几千块钱一个月的，现在的话，如果我跟我爸如果闹翻的话，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可能搭个厂棚，我也会拿这个事做下去。哎，太浮躁了，真太浮躁了。又不干活又不做学问，你想做事你就认真做，做了以后你再说。